大家好，我是于志坚。哥伦比亚是花的王国，它是全球四大鲜花基地之一，仅次于荷兰，排行第二。这个仙客来很普通的品种，但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它的飘逸感，尤其在阳光下的花朵更显出魔幻的层次感。之前也种过几次，但由于老是在叶子上长白色的霉点，怕传染给别的植物就放弃了。这次有了个靠窗户的书架，位置是通风采光非常好，没有太阳直晒，浇水也只是在盘底，不直接浇到花和叶上。这盘花已经出过好多次花了，这次就最多了，接近20朵。我想养花跟育人一样，懂它、持续的关注和爱非常重要。